今天呀，咱们再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什么呀？就是啪啪啪，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前一番啊，咱们聊了聊清代的那些犯了罪的人被流放到宁古塔的那点子事儿。这段时间呀，咱们多数啊聊的都是古代的刑罚，其实您大可不必要觉得恶心，因为呀，那都是过去人的事儿。和现在啊，那且远着呢。现在您在媒体上看到的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哎，比如说那个什么躲猫猫事件什么的，那是极个别现象。过去这种事儿啊，那可是很普遍的，因为刑罚嘛，那是国家的法典，注定在全国各地也那是每日都要上演的。今天呀，咱们再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什么呀？就是啪啪啪，不是，您想错了啊，是打板子。中国古代的五行前两行吃杖，哎，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挨揍呗。这人这一辈子，你不管犯错不犯错，很少有不挨揍的。小时候呢，挨这个父母的揍，打屁股呗。这个再大一点呢，挨这个学校的老师打，然后就是打手心呗。你说不接，我是一好孩子，打小啊就听话着呢。可是那你也保不齐啊，让那种坏孩子欺负不是？在学校旁边的黑胡同里，灯影下头。就保不齐啊，挨个什么窝心脚、大逼斗什么的。总之啊，这人犯了错呀，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挨揍。这街头巷尾不是有俚语吗？说打这孙子跟打臭贼似的。要说到这挨板子呀，这吃刑和杖刑啊，实际上很混淆，差不多都是一回事儿。从这两个字儿上啊，您就能看出来，那区别呀，无非啊，一个是吃刑呢，用的是荆条、藤条；杖刑啊，用的是大木板子。聊打板子这个事儿啊，咱们得从三个方向开始说。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啊，首先呀要说打谁，其次呢要说拿什么打，再来啊就是得把这人啊打成什么样，最后啊我还得给您聊一个我知道的挨板子的小故事。咱们先说说呀，这打板子究竟打的是谁呀？杖刑啊，起源很早，不过在上古时期呢，它不入刑。咱们不是说了吗？上古时期的刑法都是肉刑，很残忍，弯鼻子、弯眼、剁脚背丫子什么的。那这杖刑是用来干嘛的呢？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叫鞭作官刑，也就是说呀，用鞭子和这个竹杖来责打失职的官员。哎，您往后听去吧。这杖刑啊，不是不打老百姓，但是啊，最出彩的还得是打到那些当官的大白屁股上。再到后来，除了这个刑罚的逐渐细部化，这杖刑逐渐就变成了附加刑罚。流放的犯人到了流放地之后，要接受杖罚；被判罚徒刑的人啊，也要接受杖罚。除此之外，他也是单独的刑罚。也有人犯了罪之后被判处打板子，打完之后啊就没事了。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用来做杖刑的刑具啊是不一样的，打在什么位置随着刑具而来。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判了徒刑跟流刑之后还得挨板子的这种刑罚叫折杖法，是宋太祖时期发明的。我想很多好朋友和我当初一样，对这个杖刑所采用的刑具理解不太深。中国古人从隋代开始对这种杖刑所采用的刑具就有规制，长呢都是三尺五寸，一直延续到明代，这种刑具啊都是三尺五寸。不过从隋代到明代啊，这尺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呀，越往后代这个尺越长，不过再长也长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尺，也就是一米的三分之一。所以说这古代的三尺五寸呢，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一米多一点儿，大的一头呢直径十厘米左右，小的一头啊压卵粗细。这就好理解了，就是攥着小头拿大头抡人呗。隋唐时期啊，这个打的地方也不一样，背、腿、臀。据说这唐太宗啊宅心仁厚，他看到有人给他进贡来的针灸穴位全图，他就发现啊，人的背部以及腿部有很多的穴位，背部呢又离内脏很近，是经不起重击的。所以这唐太宗皇帝就下旨，以后再对犯人实施杖刑，只打屁股。到了宋代有了变化了，打三个地儿改成只打一个地儿了。打哪儿啊？打戟杖，就是水浒传里边大伙儿常听说的打杀威棒。
不过这《水浒传》啊，它是明代人写的，一张嘴啊就是打100杀威棒，那纯是扯淡。宋代实施杖刑的刑具啊，是延续的唐代，那么粗的棍子打后背抡圆了100下，那人肯定打死了。所以说宋代最高的几杖刑罚呀，是20杖，根据你所犯罪的不同啊，分别下边有18杖、17杖、15杖，一直到13杖是最少。有人说不对，看古书上说呀，这个宋朝的时候有这个屯杖100的刑罚。哎，听着是这个意思，可是这屯杖100啊，它最后折成这个几杖就是20杖，屯杖80折几杖18，依此类推，屯杖20折几杖7下。其实您一想就明白了，那打100杀威棒，那是肯定要把人打死的。既然此人要判作杖刑，那不是死刑，就没有必要弄死。您说对不对啊？在宋义时期，华夏这块土地上啊，它不是只有宋朝一个政权，那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如何实施杖刑的呢？关于西夏的杖刑啊，我没查着，那我们只能说说这个辽代和金代的了。这个辽朝的契丹人啊，打板子既不用这个木棍，也不用藤杖。据《辽史刑法志》记载，这个辽代人啊，若被判为杖刑啊，起步就是50，最高啊能打到300杖。这要是用棍子，那肯定打死了。他们的刑具啊比较特别，以沙袋决之，用熟皮合缝，装沙半斤，长6寸，广2尺。咱们挨这儿打断一下啊，辽史的这段记载啊肯定是笔误，我查过不同的版本都是这样写的，说这皮袋子呀长6寸，广2尺，实际上呢应该是长2尺，广6寸，然后下端再加上一个1尺长的木柄，这样呢也就合3尺多了。用这种东西来实施杖刑，所以这板子呀数量打的就会比较多，因为它不容易把人打坏。要说中国古代最重的一种杖刑，它也在辽代。辽代有一种杖刑啊，只打5到7下，可是啊用这家伙太瘆人了，是战场上的一种兵器，叫骨多，实际上啊就是铁锤子拔个棱，就是戏台上岳云用的那个家伙的缩小版，反正是不打死，打哪儿就不清楚了。5到7下，哎呀想想都疼。金代的杖刑啊叫金屯，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啊，是用藤条子打屁股，打的也不少，起步就120，打的最多呀就是200。这元代的统治者呀，那混蛋王八蛋，那和咱们这个文化也不一样，他打的数目啊都比较特殊，他是从67一直打到107，打的位置啊也是屁股。这明代呢当然是中华正朔了，他延续的是宋代的制度，您可听准了啊，他沿用的是宋代打屁股那个杖刑制度，可不是打几杖，60起步，最高100。说到这儿啊，这种杖刑啊还不能叫做打板子呢，因为使用的刑具还是藤杖。据大明律所载，杖以大荆条为之，削去节木，长3尺5寸，大头径1/3，小头径2/2。明代所用刑具基本上和隋代相同，和宋代一样，除了单独受杖刑之外，还得加到徒刑跟流刑当中。也就是说呀，也得发配，也得挨揍，也得蹲监狱，也得挨揍。那么为什么中国人都管这种杖刑叫做打板子呢？很简单，因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就是最后使用杖刑的清朝，真的就不用荆条来实施杖刑了，他们用的还就真是板子了。大清律所载，杖用大竹板，长5尺5寸，大头阔2寸，小头阔1寸5分，重不过2斤。这一下子就提高了这种刑具的长度，5尺5寸呢，那1米56了已经啊。虽然如此啊，它变窄了，也变轻了，所以啊它对人的伤害也逐渐变小了。清末奇冤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杨乃武啊从地方到中央挨了几千板子，这腿呢也没被打折，只不过后来啊说是瘸了而已。所以证明啊清代的这种板子呀打得并不重，并且这行刑的人啊手上啊也是有功夫的。那么这衙门里边什么人来负责打板子呢？这种人啊叫造班。常听评书的好朋友们啊都知道，这衙门里的衙役啊分快造班，这造班就是专门打板子的。快班是干嘛的呀？快班是捕快，是负责出去拿人的。这清朝啊有个老头子叫方苞，写过一本书啊叫《狱中杂记》。这方苞啊是皇上的心腹，
哪个皇上的心腹？康熙皇上的心腹。因为这方苞啊，原来有个特别的爱好，喜欢骂皇上。这清朝的开国几个皇帝啊，什么太祖、太宗、世祖、顺治，被他骂了一个遍。当然了，这种特殊的癖好他改了，可是这康熙爱才啊，就把他留到了身边，于是啊，就想给他个官做。可是别的大臣不乐意了，这大臣们纷纷就跟皇上表态了，说这种人要是也能做高官啊，那明儿得了，我们啊也骂皇上。所以这方苞也在翰林院，也入南书房，也在武英殿修书，也在御前行走，并且呀，跟康熙皇帝的私交非常好，但是没做过什么正经的官，所以呀，有人就戏称他为布衣宰相。说多了啊，咱们说说这狱中杂记。在这狱中杂记呀，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这么三个人同时犯罪，犯的是同样的罪，都是被罚杖刑三十。这三人的家境啊都还可以，又都怕挨揍，于是啊就分别给执行的灶班衙役啊进行了行贿。第一个人啊，他抠抠缩缩给衙役行贿了30两白银，结果被打过以后啊，这骨头稍稍的受了一点伤，在家呢养了一个多月就好了。第二位呢，行贿了这个衙役啊60两，结果这伤啊都在肉上，养了2个礼拜呢也就算好了。这第三个人呢，家境好有钱，一下子就给这衙役行贿了180两白银，挨完这30板子以后啊，据说当天晚上就能下床走路了。说可是说呀，这打完人呢，这老爷得验刑，拖到大堂上之后啊，这老爷一看这三个人的屁股啊都是皮开肉绽血乎溜拉的，可是呢您看啊，他结果就不一样。今儿咱这故事啊，说实话短了点，明天明儿啊，我把我知道的所有挨过板子的名人故事挨着番的给您讲一遍，您还别嫌烦，咱们是有多长讲多长。得嘞，精彩回目就在下回。珍妃娘娘被脱去裤子当众停杖。天不早了，您早歇着，咱们明儿见。